因为我是一个人来到台湾，那很多人都会说，哎，那你一个人来台湾还习惯吗？饮食怎么样啊？台湾人怎么样啊？我都会说，真的，大家对我看到我都是，就是真诚的笑容，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鼓励。再加上他们都会说，明真你要加油。那还有就是吃也吃得非常的，就是台湾的食物也非常的好，就是觉得这边都很棒。那才会一直让我有那个动力维持到现在。所以情商也是靠大家帮助才度过的。你看。